Hello，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啊。今天呢，周一呢，是我们给我政治，其余免谈啊。我们再次的欢迎这个朋友呢，到我们的脸书啊，飞碟午餐尹乃菁时间按赞，同时呢，也欢迎呢 YouTube 的朋友呢来看这个直播。那看直播的这个朋友呢，就已经看到了啊。今天呢，周一给我政治，其余免谈呢，我们的大来宾就是。周习伟，嗨，大家好。对，周习伟哈，那我呢，因为他是县长哈，但是他也是我的学长，他是我正经八百的这个学长。是，学长好，正经为坐，正经为坐。我们都是辅大大传系哈，对，大学长。是，对，你们同班同学是沈春华，是那天主持的，对，主持正经八百会的。哎，我你们班除了你跟沈春华以外，还有谁我们是熟悉的？以前有个郑伟成，有没有也在中广过？我知道，后来他离开。郑文海，但其他几个没有在，也没有在，但没有几个像你们这么有名的了。啊，你不要这样子啦！你这种学长讲这种话就是很怪，有没有？你明明就是周习伟，你还在讲我们呢？对，我不能讲我自己啊，要谦虚一点。你的那个谦虚是表现在不只是我们这种写的对话上哈，在昨天。在昨天这个国民党这个反铁笼公投的时候，我有去现场哎、欸，好，第一个好热哈，第一个没晒黑哦，我有那个，我有很努力的擦那个防晒啊，然后戴个墨镜啊，我只差没有那个戴那个采茶的那个装的，哎，我觉得那个其实最适合造势的，好热，而且要袖套，然后那个。走路那个沿途那个走的时候呢，旁边就有很多在卖那个袖套啊、国旗装的人哈。好，那我讲到说这个、学长的这个县长哈，这个的谦虚是在说每一个人大家不就喊就是什么加油嘛或什么啊？那讲到他自己名字的时候，他就说：“那我讲这个周习伟，你们来你我，但我呢我不讲周习伟，我讲的是汤扣，你看啊，对啊，啊，我先说一下昨天的这个气氛，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到现场，或者是说没有去看，那个直播啊，还有这个电视上的新闻转播。为什么周习伟要说他是汤扣？哈，就在于是你对于你在这次的这个选战的定位上，在这个昨天的那个造势的大场合上面，你代表的是一种要团结国民党的力量啊。然后在这么大热天，然后去现场的所有的人，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消息的动员的有点变质了啊，是的，觉得说哎，韩粉不要去，免得被骗了啊，因为这个是要给郭董造势的啊。然后又就这个那个的说辞，所以说对于现场到底那天会有多少韩粉来，会有多少郭粉来，会对于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的影响会是如何？其实是有一种焦虑的情绪的啊，所以当这个周习伟在现场上面呼喊大家团结，朱立伦呼喊大家团结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掌声和那个情绪是最沸腾的。是的，所以他就说大家不要叫周习伟，他是国民党的汤扣，是这个意思。对对，我参与无数次的选举，是没错，无数次的造势，无数次的造势了。我坦白讲。国民党每一次选举如果不团结就是输定了，所以我虽然报名出来参选总统，有很多人讲说啊，我是挺韩的，对啊，其实我不完全，我是挺韩，我也挺朱，我也挺郭，但是我最主要是挺国民党最强的那个，然后同时要挺国民党的团结，我从头到尾就是这两件事在做。那有人讲说你到底有没有在选啊？我有在选啊，我有把我的政策理念，我自己的想法，我相信经过三场的政策说明会，大家已经可以听得到哈。那我觉得还不够，意犹未尽，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跟大家能够说那么多。那我也跟各位讲，其实现在的局势很简单，就是韩跟郭两个最强棒嘛，就算朱立伦想要再努力，他也慢慢被边缘化，这是事实。所以你看到昨天在现场所有的这些来的这些群众，其实他最焦虑的，他焦虑不是国民党输而已，他焦虑是中华民国是不是选完以后就不见了，所以大家有这个焦虑。那我在现场其实最主要一个目的还是希望做汤扣嘛，那汤扣是大家最懂的，汤扣就是把一个同志能够组合成一个同志，要没有汤扣就散掉了，那我希望做这个事。昨天在现场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有许多的人他还会在那个现场去强力的说请大家支持我，对，可是你要知道来的那些人，昨天来的人其实很简单，
都是国民党地方党部去动员来的，都是嘛，已经不是所谓的说韩国瑜你自己造势的场合，郭台铭你自己造势的场合，不是，或是朱立伦什么任何人的，对，周这些人其实在现场连中间选民都很少，那所以在那个场合里面去呼吁大家的团结，然后最重要有一点，如果输了的话，你绝对不可以脱党参选，这是第二个重点。对，所以在那个场合里面，我觉得很重要。另外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两岸之间的问题绝对会变成是现在开始到明年1月11号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题目，也会最被民进党拿出来扭曲的。所以我在昨天我就用七七卢沟桥事变来讲嘛，那时候是日本人侵略中华民国，在卢沟桥那时候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跟今天的中华民国是一样的，是啊，所以我就要讲，那大陆领土不能像民进党国安法或者民进党讲是那个叫敌国敌方的领土，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就是枪口对内，大家自己乱砍一通，是然后这个蔡英文或是其他人大家就看得很爽啊，对啊，对，这就是国民党现在初选的状况，所以也就像这个学长讲的，因为昨天的这些群众啊，他就是党部各个地方这样子大家动员来的，哎，在这么大热天被动员来参加的，你如果不是是真实的，就是国粉啊，就国民党的国粉的话，你是不会来的，对，你是不会来。所以为什么当你们在喊这个呼喊这个团结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反应呢是最热烈，你就知道支持者非常非常的焦虑啊，而且支持者非常非常的焦虑啊。他们其实绝大多数，如果不是这些阵营里面最激进的那些人的话，其实他们都有了解到，不团结一定死定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科批等在后面。对对对对对。所以整个的局势来看，大家其实心里非常有数。我觉得在现场只有一个比较遗憾的状况，就是郭粉跟韩粉还是有比较对抗的情况发生。对，不过难免呢，还好。我觉得难免。其实昨天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小群而已。对对。根本就不多。所以我们在台上看一看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大风大浪早就见过的人，看见他，哎呀。小把戏而且我觉得民众很厉害啊，因为旁边有大荧幕嘛，对，所以他们都会知道说镜头什么哈，有那个照到的时候，哎，就会去比如支持这个韩国瑜的啊，就会让那个人啊支持郭台铭的就出来，就是把握各种不一样的机会，哎，不把握这样一切，为他们自己的支持的人啊，不管郭台铭或者是韩国瑜来加持，这也是国民党比较难看到的一个现象，这代表说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蓝军的支持者对于明年的选举他是有期待的，他有期待，他是有期待，可是只是就是说在底层在底层里面那样的一个情绪哈，他是很难避免或排除的。像您一开始讲说你出来参选好，被认为说是在支持这个韩国瑜，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被这样子大家这样子以为？难道在你这个参选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不会受到这个问题干扰吗？也会啊，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会被认为说是支持韩国瑜？因为韩国瑜被打的时候，我帮他讲话最多，最早的时候。对，我最早，而且我也担心，如果像韩国瑜，其实也像郭台铭一样，如果照国民党传统的制度、保守的做法，这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参加国民党的初选的。对不对？那如果最强的人不能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万一到时候是比较弱的出来选出，因为那个韩国瑜，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因为周锡玮要宣布参选很早了，然后呢，他提出那个两阶段初选呢，当时也是非常的早，那个在韩国瑜去美国之前，那郭台铭根本连个影都还没有的时候都不知道的时候，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呢，为什么韩国瑜不符合国民党的那个初选？因为初选你就要去登记嘛，对，你初选你就要去登记嘛，你要交钱嘛，可那时候呢，韩国瑜他还没有明确的意向，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选，而且他还被卡着，他才刚当选，然后被卡着这个高雄市议会要总质询等等哈，所以那你是纯粹认为说他是有机会能够代表国民党赢得明年的选战，所以提出那个两阶段初选的看法，还是说是的你们私下有任何的沟通，有任何讨论，因为你们认识很久啊。你们认识很久啊，你们在立法院就是同事啦。还有我父亲以前在做立委的时候，他就是立委了。对啊，所以他们以前有同事过。对，我必须要讲，我跟韩国瑜真正的见面，周淑福委员，对是我们这个军系的立委，
我跟韩国瑜，而且邱淑媛委员的程度真的超好的，嗯，谢谢啊。我有跑过，我有跑过你爸新闻吗？不要这样子。在你很小的时候，大概十五六，现在哈，对对对，同工同工。那个现在大家对于什么啊，军系立委啊，或什么哈，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比较偏向，错了哈，错了。所有的那时候不能讲所有，所有也太夸张了。就是黄复兴党部哈出来的哈那些军械立委，周淑福委员，还有后来的一些就是一些将军啊或者背景，他们都是久经战场啊，久经战场，而且他们是有，他们是对于整体的法案各方面的那个方向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耶，是非常认真的，嗯，非常专业的。我父亲每一天早上大概六点多七点就去立法院，嗯，他一定在立法院待得很晚，他才会回来。后来变成我在做立委的时候也是这样，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不像现在很多立委假动都不来，嗯、不要去批评别人、啊，我是觉得批评是我们真的专业，还没有来做立委就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非常专业，嗯，所以我选三次立委，嗯，我有两次都第一名，是啊，哦、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还有我回到你说你爸爸跟那个对韩国瑜，嗯，我父亲跟韩国瑜以前就是同事嘛，他们都在台北县，那时候台北县是多数席次的选区哈。那后来我选省议员当选了以后，我又那时候韩国瑜还是立委对，所以我们一起照顾台北县八十几个眷村，我们就固定开会，然后眷村所有的事情服务。那时候省议员资源比较多，对，立委比较少，嗯，所以韩国瑜那边有什么事情，我这边也会去处理。那韩国瑜后来选了立委，我有一次也一起选立委，啊，那我跟他也有同事过，立委有同事过，都很好，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韩国瑜选上高雄市市长之后，到我讲这个两阶段的初选，到后来甚至过了好几个月，我都跟韩国瑜没有见到面。哦，我没有，我跟他连电话都没通过。哦，我的电话都没通过。那大家，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跑去看拜访韩国瑜有没有？嗯，每个人都去，对不对？想要选总统都去，我没去。嗯，为什么我没去？我觉得我们两个见面，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谈什么，谈他来支持我吗？他那时候也并没有讲到他要出来参选。那时候我就认为说，他可能是一个很强的候选人。那强不强，跟他能不能选，会不会落跑，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经常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民意支持谁，谁就出来选；如果民意不支持他，他就不要出来选，就这样很简单。我们是民主的国家，如果韩国瑜能够获得这样高的支持的民意，是全国的，那就跟他有没有诚信绕不绕跑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您当这个台北县长哈，是您为什么会认为说韩市长他有没有绕跑这件事情不重要？您觉得在这个当初他对这个高雄市民的这个承诺，就一个这台湾最大县的这个县长来说，您的看法为什么会跟别人有一些不太一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这个飞碟午餐，周一给我政治，其余免谈。我们今天的大来宾那就是周习伟县长，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间隔机，您等一下哈。好，喂。你哥对不对？对，我哥。哎，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做一种很趣味性的一种合体造势过呢？以前有，以前选立委的时候有。哦，只有在选立委啊。对，后来就比较各自忙各自的，而且我一直就觉得，哎呀，政治啊，自己去好好努力就好了，不要把大家都扯进来。哦、而且你看，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你看那时候。选台北县长的那时候，民进党这么的恶劣，对啊，对不对？打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跟
我跟韩国瑜也讲说，你经过的我都经历过。是啊，而且他经历过的比你轻很多。对，你讲对了。我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帮我，什么什么案，对不对？然后党里面也要帮我，而且没有任何的资源。对啊，对啊，因为轻很多，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选民的这种变化，嗯，以及那个从过去到现在，民进党在那个这次他蔡英文上来执政的时候，炉火纯青呢、啊。对啊，就是炉火纯青啊，他这个比你们过去那个时候，你们那时候还是国民党执政的，国民党执政。就已经可以这样子，没有自己人打自己人是最狠的。对啊，自己还可以就可以这样子搞。哎，这个在昨天在这个台上，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见过大场面还没见过大场面，大家的那种讲话的那种味，哎，很不一样，哎，很不一样，哎，你看得出来对不对？当然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啊、我觉得，我觉得如果说国民党是照那个时候赵先建议那种初选的那种选、嗯、就是美式初选的选举方式的话，你的机会会比现在好非常非常多，是的，非常非常多，我也知道，非常非常多。 我一直哇，你昨天在台上那个一整个讲话那种气势什么的是很强的啊、嗯、是很强，对 啊是很强，因为郭董真的就口才不好啊，真的就口才很不好。韩国瑜还是很会讲，韩国瑜还是很会讲，韩国瑜很会讲，所以我们昨天他的语言还是很，我们昨天还是蛮配合，我们其实一直都很配合郭董，哦，就正在政见发表，他们不要什么，我们也配合他。哦，哎，你们不是说本来昨天还要再签一个什么？没有，那他本来就应该他要去签的、啊，大家都签完了，不一样啊，乱讲，大家都签完了，嗯，只有他不签，所以就还是那一份初选公约，对啊。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给我政治，其余免谈。对，我忘了我们的精心设计的小片头，那个金狗，对对，一个小片头啊！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金。今天呢，我们请到现场的呢，就是周其伟这个县长啊。再次的谢谢啊，朋友在飞碟午餐脸书的粉丝页上面按赞，而且呢，朋友的那个留言呢，我都有看到哈。然后有一些呢，有一些有回，那有一些因为就是表达这个纯粹就是啊，表达一些意见或什么的话，我能够回的哈，我就会尽量回哈，但是因为我实在是一个还是一个在脸书上面的一个活死人啊，太客气了。就是说、嗯、真的，我是说真的，因为我就不太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活动这样子，很希望大家这个 leave me alone。 然后呢，也谢谢这个在现在在收看这个 YouTube 直播的这个朋友们。好，我们继续来这个跟我的这个福大大传系的这个学长啊，我们周其伟这个县长啊，来聊这个国民党总统初选的话题。刚才讲到说韩国瑜哈，对，你不认为他有什么这个落跑的问题哈？你自己是台湾最大县啊，台北县的县长啊，你不会觉得做好做满很重要吗？我当然觉得很重要，可是如果说现在的民意是大部分都支持韩国瑜出来选，所以他对这个民意也应该要做呼应。民主时代本来就如此，更何况其实做好做满的地方首长蛮少的，有高升的都几乎很少了。嗯嗯，那更像民进党现在选输的都可以去行政院当院长、跟副院长、跟当部长，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讽刺。我觉得真正的一个民主时代，绝对要尊重民意的走向。我并没有讲说做好做满不重要，我讲一个我自己这个追心沥血的过程啊。我当时宣布我不选新北市市长以后，那有一次有一个聚会啊，我就不要讲谁了。其中就有人提出来要我提前请辞县长，嗯，我知道要在三月左右就要请辞，嗯，要以便布局，对，以便布局，然后就把我、之前开来哈。那我就讲说，你难道连最后一点尊严都不能给我吗？我只跟他要求的最后的尊严，因为我是民选的，我必须要做好做满，
那更何况我那时候已经决定不入服不入阁，不接受任何抽佣，那我也不选新北市长。我觉得做政治人物就是要潇洒。我那时候觉得说国民党这样对我连连串串很多的事情对我都觉得不公平，可是我觉得不公平归不公平，我也不要贪心，我也不跟人家谈交换条件。而且我觉得我从政17年，我对国家的付出我觉得我是全心全意，但是国民党你不要我就算了嘛，那我就离开去做农夫。我那时候想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政治人物可不可以潇洒一点？对啊，你的政治人物可不可以给人家一些示范？对，你的性格很浪漫呢、欸。好的示范，对啊，很浪漫呢、欸。这个周其伟不当这个不选了哈，就是台北不选台北县长以后，竟然去种花，然后画画。对啊，对，哪天要请你去我的花园，我的画室去看。等我这个初选忙完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而且人生一定要高低都要长。我很幸运能够有那么高的位置，但是我的低的位置不够，所以有一次我太太跟我在家里面。他就指着我鼻子讲说，我已经离开县长2年了，他说你官僚。我说老婆我不官僚，我要跟他讲。他说你看人家讲你一点你都不能接受，然后你一定要讲那么多大道理，倒是从你的角度，所以你官僚。我当场哑口无言，哑然无声。我觉得我老婆长得真对哦，你学嫂好哦，我学嫂好棒哦，她非常棒、啊、你家里一个魏征哎，对，她是魏征，她其实不是人，她对我非常非常体贴跟关心。那我也觉得说做人什么都要经历过。我离开的时候，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位置，人情冷暖很可怕。是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就是要尝尝人情的冷，我人生一定要走这一段。所以你看我这次参选，那你那时候的感觉到的人情有多冷？很冷很冷的。因为人家都不理你了。那这以前是门庭若市嘛。那也门可罗雀，很多人来拜托，很多来拜托，但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因为我17年就这样过来了。其实我以前也蛮顺的，我以前在外商公司做事做了7年，那时候也是很风光，都很好，待遇也都很好。但是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高低潮，人生一定要有挫折，觉得是好事情，而且心情要放开嘛。像我觉得很多事情根本不要在意，而且在一个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低潮，对。其实是礼物，是啊，就人生的第一场的重要的一个选战，结果你就输了之后，他你就再也起不来了。这而且在你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的话，那是一种悲哀。我其实看了很多的政治人物都受不了这一点，对啊，就是说他觉得一个高位置下来，很多人都受不了。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很在意的就是说我自己的心情的转换。我很在意，就是说我看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够豁达，我很在意的说我做人做事在社会上是不是一个好的示范。就是抛开这个台北县长这个头衔后的周其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点很重要。对啊，那既然那么的闲鱼鹰也和这么的看得开，干嘛还要来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呢、啊？后来就看不开了嘛。对呀、啊，为什么？对啊，你为什么看？我其实蛮惊讶的，你知道吗？你之前参加这个六都的这个初选的时候呢？我觉得因为那还是比较小范围的嘛哈，然后也是一个君子之争啊哈。那时候尽管还是有人会担心说啊，那如果说周其伟他没有被民调选出来的话，会不会参选到底？我就跟他们说不可能啊，他是周其伟、欸、对，就周其伟他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如果是那样子的人的话，他当初就不会说我不参选台北县长了，我国民党给我什么好处？我就脱党参选到底了，因为他不是、啊、他不周雪就不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又这画也画得很好，那花也种得很好，然后过的日子也挺不错的时候，为什么又要来参选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呢、啊？因为我看不惯现在台湾的政治，我觉得台湾的政治实在太糟糕了，尔虞我诈，然后许多的政治像民进党上来这种清算斗争。我都觉得是一种很错误的民主的事情，没错。但是国民党太软弱，国民党没有人敢站出来真正跟他去对抗，国民党选择默默的接受，然后自己的中心思想、自己的论点，尤其两岸的问题，我觉得都没有胆量去敢拼。所以我觉得说我要出来拼，我要拼，我不管我今天有没有办法被提名，但起码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说明说，我认为正确的想法是什么，政策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我有机会可以这样讲，我已经很感谢大家。那可是你自己拼的
前提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朱立伦，他也说他要选啊，王金铭也说他要选，其实那时候也只有这两个人啊，在国民党内也只有这两个人。可你又觉得韩国瑜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因为他当的确是民调最高嘛，哈，最有机会带这个国民党赢得明年1月11号大选。那你是觉得因为他们都不够资格吗？你要自己出来，我觉得你要自己出来跟他们。因为你要先争，你要争的是，当然是先是跟我当时出来、啊、是国民党里面谁最有资格代表国民党啊？哎，我你就点清楚了我的想法了。我虽然出来想要争，想要做改变，但是不一定要我来做，但是一定要有一个能力有能力的人出来做。那同时，我讲的政策，我讲的想法，他到时候也可以一起来接纳去。那各位想说啊，是不是每一个人要参加这种初选的人都一定非他赢不可？那其他人他就不管了，那甚至他没有君子的风度。我觉得是，就是讲国民党要赢嘛，要最强棒的人出来嘛。那也有个机会可以讲政策。更重要的说，我出来参加初选，到时候我讲团结，我输了团结，我做好的示范，其他人看你跟不跟。所以现在讲的公约，也是我当初在报名的时候，我交出去我的承诺书。所以你是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才提出那个公约的。是的，对不对？是的，嗯。所以那你是一开始就是去参与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然后要做的这样选举。为什么有人会一开始去设定这场选战的时候，就是要做这种角色？这很不政治啊。当然不政治啊，但是也很政治、啊。因为你可以不参，你可以不投入这个国民党初选，不交这个500万，而靠你原来在国民党对于这些人的熟悉和影响力，你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啊。我觉得不够哦，你一定要参与，你才有资格讲话，你一定要参与，才有那个政策的发表的舞台，让人家知道你的政见是什么。你一定要参与，才说我有资格讲，我要做一个汤口。啊、哦，就是说你今天一定要是在这个局里面，你要是一个参赛者，你才有办法去，不是说制定游戏规则，而是在这个游戏规则的运作之下的时候，提出一个让大家可以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玩下去的，是的参赛权就对了。是的，嗯、而且让人家老百姓，让所有的老百姓跟国民看到说。原来国民党是可以这样团结的，原来国民党是有这样的理想，原来国民党里面是有君子。对，就周锡伟如果不玩的话，你有什么资格在旁边那边说三道四？就跟你就你的角色就跟我们一样嘛，就我们今天在旁边说三道四，对，那他们听不听我们的，就没有办法，所以你一定要参赛，这也是有道理。嗯、对，就因为这样的原因，这是你自己想的吗？我自己想的，从刚开始我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嗯，我宣布的那一天我已经想好了。你有没有跟任何人讨论过？我也跟我太太讨论过。你太太有没有觉得说你疯了？我太太觉得我是对的啊。真的吗？对，她很反对我回到政治，她非常非常的反对。因为我也坦白跟各位讲，我从事政治这几年那么多年，其实让她几乎得了忧郁症、哦、因为她很烦心很多的事情、嗯、那我离开了这个8年其实对她来讲是最快乐的时间、嗯、可是她认为说，真的我们中华民国的政治里面需要一些人去带一些好的风气。嗯，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周锡伟从来就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所以我当初三步我讲完以后，我绝对做到。那这后面我也讲到，我如果没有被提名，我一定会全力辅选被提名那个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我常常跟他讲，政治人物在人家的面前能不能有一点真诚。嗯，我不喜欢那个很虚假的事情，所以我就很真诚。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讲，成功不必在我，但是有我一定成功。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笑我，你傻了，你懵了，你这500万是丢到水里，你这错了。对啊，500万很也不少呢。卖画嘛。啊，对对，卖画嘛。画画，但是我觉得、啊、画画的很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钱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来讲都很重要。可是如果我可以用这个钱去做一些对人民来讲更重要的事，对国民党胜选来讲更重要的事，我觉得是值得的。可是你参选到现在，你觉得你当初的这个初衷有实现吗？没有哎、欸，在努力啊。这个韩粉、郭粉、猪粉，这个大家的厮杀很激烈、欸。可是你要知道，嗯，还没有初选的结果出来啊。初选的结果出来，大家又觉得民调是做得公正的，那我觉得那个局势，也就是我们可以去发挥力量的时候。昨天你在台上有没有听到？其实几乎每一位
都在讲团结了。对啊，几乎每一位都，甚至有人跟我一样呼应，就是说我绝对不会脱党参选。对，如果我输了的话，这个很重要。我现在更希望下面一步就是说，我不但输了，我不会脱党参选，我还会全心全意、全力的付出去帮助国民党那个总统提名人跟立法委员的提名人，全力去帮他们复选。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哈，就说。郭粉、韩粉、朱粉啊，大家这个厮杀很激烈，但主要当然就是郭粉跟韩粉之间了、啊、我说从另外角度看的意思是说，国民党过去呢也从来没有那么热过嘛，哈、啊，也还都没有那么热过，因为国民党没有啊。那你从那个1996年、2000年啊、2004年、2004年是比较刺激了哈。对。那个但是因为在这个连战跟宋楚瑜合了之后呢，哈，如果不是那两颗子弹哈，那局势完全不一样。对。就连宋分裂，连宋的分裂对国民党来讲就是致命的伤啊。是。那个致命的这个伤痛呢？他在马英九当选之后啊，因为局势的这个翻转，他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讲，他这个连就是没有，现在已经没有，现在国民党里面没有像过去的没有，国民党里面没有一个力量是像过去宋楚瑜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啊。是。可是呢，在韩国瑜跟郭台铭之间，我们却看到在韩国瑜的这个部分，他的这个力量。他呢，可能会大过宋楚瑜，因为关键就在于说，宋楚瑜的支持者，他还是蓝的，所以他才会有跟这个连战之间那种大蓝小蓝的这种割裂的这个问题。大家就说啊，这群人不团结在一起是没机会的哈，可是韩国瑜不是哦，韩国瑜他的这个粉哈。他的粉很核心凝固的，我们从民调上就看得出来了、哦、国民党的支持者对于韩国瑜呢非常的忠诚，然后他外扩的有些的很多部分，他本来就不是传统的，本来就不是传统的这个国民党支持者嘛啊。那所以今天呢，不管是他们这些人喊出来说非韩不投的时候，他会真正是国民党的危机、欸、是的，就在于是说今天国民党不是韩国瑜的话，是郭台铭或是朱立伦的话，那可能这些人他的那个力量会去拉着这个韩国瑜出来选、欸、这是第一种可能性、欸、对。你觉得韩国瑜有可能脱党吗？假设他不会，你觉得他不会，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说，如果说不是韩国瑜的话，这些韩粉会去转投国民党的候选人吗？我觉得可能性好像也变得有点低耶、欸、是有点低，但是我觉得还是，那这样国民党不可能团结啊。个人的，我觉得还是个人 很重要。我常在讲，这个人不喜欢你，但你有什么办法，如果你是国民党唯一被提名的人，你有什么办法让这些人会喜欢你？嗯，所以我觉得初选的过程非常重要。我一直在呼吁，就是过程就是国民党开始团结整合的时候，而不是选后，选后就没有用了。所以大家讲说，哎呀，我们现在韩国瑜那边讲喝喝啤酒烤烤肉来，我就说选前，民调之前，不是选后，民调之后。所以你才会想要教大家一起，要大家一起去唱卡拉 OK 吗？卡拉 OK 啊，还有去荒岛啊，我讲荒岛求生呢、啊，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当你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彼此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会放下来。现在每个人都是知道过去的传统选举的方式，哎呀，你们大家一定要支持我，然后把对方去凑坏了，然后去打倒了，然后这个我就赢了。但没有想到你赢了这个不是正式大选，对呀，你正式大选在后面，你还要靠大家所有的人、嗯、但是我觉得其实慢慢已经开始彼此之间有一些沟通了。哎，您到这个基层这样走的时候，您会觉得您感受到的，您会觉得有整合、有未来、有整合的可能性吗？有，因为基层的想法很简单。他们都跟你谈什么？就是、他们跟我谈很多。不过我先讲一个笑话哈。嗯、我有两次啊，这个到南部去，那两次其实都蛮有挫折感的，你知道吗？大家也知道我在选总统，对不对？然后他跑上来跟我比一个手指头，韩国瑜加油！韩国瑜加油！然后还有一个吧。周县长，谢谢你为韩国瑜的付出，韩国瑜加油！我就认真了，
你也别这么明显好不好？因为我也在选，好不好？不过我一切都很、是怎样？大家都觉得你是他的侧翼哦。是，我跟你讲，但有一天我就自我解嘲说，没有关系啦，你就当做我是韩国瑜的侧翼也好了。那到时候郭台铭出来，郭台铭强一点，你觉得周旭也是郭台铭侧翼都好啦，我反正就是国民党侧翼啦。好了，然后到最后有一天就突然，叮啊，我就是汤锅啊，就好了。那个你这种的反应就是说啊，好好好好，那我就是他的那个侧翼，那我当郭台铭侧翼，你应该会被骂翻吧？我不晓得，因为我坦白讲了哈，这里没有对任何人有任何的意见。我其实在南部走基层走得非常的勤快，每一个角落我都去走啊，穷的也好，地方的派系也好，所有的角落我都去走。我坦白说，韩国瑜是他们心目中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因为跟他们一样，尤其不要忘记，就是韩国瑜在去年他那场不只是他是自己高雄市的胜选，其实他是把全部国民党这些人是带起来了，他把最基层的人那个希望带起来了，这个是我觉得其他候选人都要去想办法去做的事情。我更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大家现在彼此之间有时候有一点酸言酸语的，酸来酸去的，我非常不喜欢。我这人个性就是大啦啦，你觉得不对你就骂我啊，你就讲我啊，但不要酸来酸去。我觉得国民党这个好几位候选人的啊，不能讲好几位，就有几位的候选人的那个酸的功夫太强了，我觉得要修正一下。要就真甜一点好了，要不然就真枪，又就是真枪，这个真枪实干都对着来，没关系，你就对着来直接讲嘛，对不对？希望我觉得你那天对我讲，我觉得你讲的不对，应该怎么样？我一定会虚心接受的，或者觉得啊，你的歌声其实没有我唱的好，也没问题啊。我等大家来 PK 嘛，没关系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我们继续在周一给我政治奇遇免谈的单元呢，跟这个周锡玮县长呢畅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初选。你现在是有很自在的哈，很自在的在看这个国民党这个初选哈，但是内心里面的焦虑就在于是说，这个汤扣到底能不能够当得成呢、啊？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降歌星。的选，哎，你太太是哦，你太太竟然支持你哦。对啊，要不然也不可能这样自在。哦，我一定，要不然我会愁眉苦脸。真的哈、哦，你有可能家面对老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对，我觉得这个人生的这个伴侣是很重要，是非常非常。我太太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真的，我越到年纪大越觉得感激她。而且我在那个，就说在你后来卸任之后，我们就是办那个画展，不是有去嘛？我那时候看到学嫂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是你讲的，是他最光彩的时候，对、啊、对不对？那政治真的不是人干的，其实真的，而且主要是另一半，因为他们当总统、当市长好过，都好，对，都那个压力有多大？你经济不好，那么多人没饭吃，有人去自杀，两岸一紧张打起仗来，要死多少人，要发生什么状况？那个责任有多大？而且我觉得，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我们大家都是在看政治人物的这个生活啊。你特别是，就说一个大家很难去体会说，当一个政治人物的另一半，他所要去接受的那个煎熬是有多大。对啊。而且你们从小家里就是这个政治世家，选举就是一辈子的事情，选举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今天在选举的这个过程之中，你欠的所有的人情，你所想要的，你要去做事，要去面对各种的那个牛鬼蛇神，它不是我一个人要去面对的。对，你包括你的孩子的读书，他们如何被看待，然后作为另一半要如何的去调适他们的心情。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都不让他们曝光啊。对啊，就像我太太，你看也很少曝光，很少啊，但不曝光。我那两个小孩更是一样。那他们念书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不能跟学校讲爸爸是谁。虽然他们会填，但他们不讲啊，真的、啊。对，都不讲。我是知道民进党有很多，他们以前他们是都不填的，可是之后就没有这种情况。后来那时候还会这样吗？念高中，我做县长的时候，当然没办法，我小儿子还在光仁的，就。比较没办法，那个时候，可是他后来念政大，他在交女朋友，他女朋友都不知道他爸是谁，后来看到我的时候吓哭了，真的吗？哎、欸，我同学也是、欸，我同学的女儿就立委嘛，我同学的女儿，
他那个他就是辅大也是我们学妹，对、那时候推甄的时候，这边说他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他爸是谁，可是他爸的姓这么特别，这很难不联想在一起啊！这孩子的压力，孩子的压力是很大，而且我觉得父母在保护孩子的这个部分，对，是很累的。对、啊，那天我们同样的，我跟张晓忠在一起，你看张晓忠他女儿绝对不会被人家拍照。嗯，他保护他女儿到很严厉的地步，嗯嗯，让他女儿都跟他当场吐一个舌头，好玩，可爱。亚中也很棒的、啊，亚中也很棒，他有他的坚持、就是他的努力，我觉得非常好。这么多年下来，我对这样的人我非常尊敬。哦、其实国民党应该好好重用他，很可惜国民党不重用他。你在这个政治圈这么久，哎呀，真诚有几人啊？嗯。哎，那今天讲的太对了，本来就是啊。其实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哎，你这么努力干嘛？到最后结果又是，对、啊，又是没有结果，有可能啊，嗯，对不对？那我说不管那个，先自己去努力做。如果大家都不做，国民党必败。你怎么调试啊？因为干得很开啊，回家种田。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这个周一啊，给我政治奇遇免谈，我们请到的是周锡玮县长，我们来谈这个国民党这个初选。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啊，对于大部分的这个民众来说的话，其实当政治人物说真诚的时候啊，大家觉得啊，这口号啦，吼、哦，这当然，不这款代志啦，哈。可是事实上，就说在我们跑新闻这么长的这个历程里面啊，政治人物他就是有他就是有一些比较少数哈、啊，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人，他会在某些很关键的时刻哈、啊，他从他的取舍，你就知道他是如何的真诚。我觉得他这个真诚是真诚的对待自己，是的，我觉得关键在这里。是的，就你如果不能够真诚的对待自己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真诚对待别人。而这个真诚的关键就在于是你对于权力这件事情你是如何看待的。对啊，所以刚才这个县长讲说啊，你就希望大家真诚一点啊，或什么的，我就说这个，哎，真诚圈里真诚有几人哈、啊？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越走哈、啊，越走就是从年轻的时候的对于你，当你今天如果说不是想要这个位置，不是想要为大家做点事情，干嘛出那么辛苦出来选举嘛？当然，你说政治当然有它的尔虞我诈跟计算的这个过程里面哈。是的。那可是会不会觉得，就随着这个年纪，其实当他越看得开的时候，你在看别人的眼光也就不一样了。那当然，而且我觉得不只是看别人，你会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也先要求自己。嗯。你而且你不太会去批评别人。啊是哦、你会觉得说自己去做到最重要，嗯，别人怎么样其实跟我无关，嗯，所以我就讲最近看到很多的选举里面很多人讲的话跟他后来做的事，其实政治人物往往给人家展现出来真的讲说尔虞我诈，嗯，然后心机很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真诚的，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是实际上不是的，因为你要想想看政治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有多大，那当然一个人上去做总统以后，所有的教育政策可以改变、嗯、所有的 社会的风气可以改变，他也可以去骗人，然后下面就跟着去学骗人，所以我一直觉得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还是要真诚，他必须要真诚对自己，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的真诚做自己，尤其是在他有所取舍的时候，必须要有所放弃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要能够展现出来他真诚的那一面，嗯，那要不然我觉得这个政治人物就是一个政客，就是一个很狡猾的只为自己去着想的人。你会不会太天真？我觉得我不会，一路走过来蛮多人支持我的哈，我觉得我也不会孤单，而且人生很短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时候都要走的哈，如果在这段时间觉得自己人生该做的，甚至人家佛教上讲该修行的，嗯，该经过的磨练啊、都经过，我觉得很好，但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有太重的得失心。可是你不会觉得在这次选下来之后，台湾的这个政治的风貌其实改变非常多，然后民众的这个民众的样貌也改变很多，然后透过各种不同的，不管是新媒体啊，这些的串联啊或操作，
它其实现在就是一个不只是台湾啊，它就是一个民粹当道的一个时代啊。今天没有一个好恶强烈的啊，好恶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的话，你其实很难去聚合，去聚合民众对于你的这个支持。Trump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对，啊，那个菲律宾的杜特地也是如此啊。啊，那像很多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的这个政治人物，他今天如果没有办法激起选民的对他的，不管是一种纯粹是出于一种崇拜疯狂的理性，或是一个单一点的话，他不会有选票的，他不会有选票的。对呀，啊，那这就是民粹呀，啊，这就是一个民粹政治下的一个结果啊。这种民粹可不可以跟所谓的这个理想能够慢慢折中？我觉得他慢慢会耶。你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现在我相信你一定也注意到，你现在的直播这么多，你的 Facebook 这么多，然后大家在这些网络大家在用的也慢慢很多，会发觉到一件事，就是说过去完全用传统媒体来操作控制的那个民粹的方式逐渐慢慢在式微。我现在看到的是传统媒体的一个悲惨的状况。因为他的营收没有办法平衡，所以他必须要去接受业配。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里面不管任何形式的业配对每一个媒体的影响到什么程度。那我也必须要讲，很多人想要出来参选的人，他一定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他的民调不管用哪一家公司做得高高的，造势嘛，造势，然后自如其变成印象，它变成最好的时候，你后面要去再改变就很难了。但是这种的做法是不是能够持续很久，我觉得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傻傻的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真诚的事，才是应该的。我再讲一个很实在话了，我做过5年县长下来之后呢，其实很多的事情老百姓也忘了，我自己也忘了。所以那个位置只不过是让你出来服务，但是当他过去之后就是船过水无痕。争那么多干嘛？可你不会很焦虑吗？因为你刚刚也讲啊，就是的确现在是有一种这个非寒不投的这个力量，那如果说这些支持者他们就是一种偶像上面的一个崇拜的话，如果啊，所以我虽然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趋势来看，我觉得韩国瑜出现的机会还是大的哈，是的，还是大的哈，是的。那如果不是这个韩国瑜的话，那第一个国民党自己的整合就很难了。是的。第二个他可能便宜到的会是别人啊。当然。对啊。当然。所以我觉得大家每一个参选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嘛。如果他出现了，他要解决这些问题，他要怎么解决，我必须要讲还是他自己这个参选人他自己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在旁边可以帮忙。但是帮忙力量不大的，人都是 Kimoji 嘛。我对于尹乃金我很尊重很好，那到时候我有什么需要你会帮我。但我今天看尹乃金又觉得说，哎呀，尹乃金啊怎么样怎么样，那 你也不高兴了， Kimoji 坏了，以后我再去拜托你的时候你会真正帮我吗？所以我觉得初选这个阶段里面每一个参选人都一定要有君子风度，都一定要去尊重人。而且我觉得尊重的不只是参选人，还有身边很多的人。我在每一个场后都去看每一个参选人对旁边的党里面的同志，对其他服务的人员，在来参加活动的人，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那告诉我们一下感觉呢？当然不能讲。有一些人很好，有一些人相当的好，那有一些人其实相当的不及格。相当不及格。好想知道。我觉得过去的生活的关系了，但我都不能讲。我只觉得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台湾其实民主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对政治人物有参选过的人，有当选过的人，服务过的人，其实是有一种教育的经验。那有些人可能，对不起，我打断你，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很快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刚刚说韩国瑜绝对不会脱党哈，如果不是他，那郭台铭呢？你问他。所以你觉得你这意思是有？你要问他，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有签公约，所以你问他。那个呢？这个最后啊，最后只剩下几秒钟，你为什么那么爱唱歌？也不是啦，我觉得那个场合轻松一点多好嘛。那我们现在就来唱卡拉 OK。 做头家哦，我打拼赚钱，文化一相伴，就过来来替我